大家好，我是纳西族诗人 Nimei Nami， 汉名杨映红，我来自中国云南丽江。我的家乡丽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下面我用母语为大家朗诵一首我写的诗歌《母土》。乌梅乌女，英古女，恩乌鲁贝女，李威贝太虚塞。在早班，阿莫是徐碧丽太木叶。乌梅乌女包票三万，莫是徐碧丽，阿米奈莫塞纳，阿努梅哈西格。国内母内母，谁是花是花？啊，你们国老师，吃个吃的嘛，到来好噻。你你妈到呗，哎，和你们去呗。我没问住，到四度噻。你不再去快古堡了，而还是我没问住到来包吃。我没问住四度，是我个。有百个官官太守噻，你吃来好个，啊飘个吃嘛，我觉顾谁买？你妈你妈呗，苦觉无来好。你家我个乌梅乌女，我阿弥斯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秦书霞，壮族人。来自广西来宾市，接下来我将要为大家用母语来朗诵我的诗歌《与母亲谈话》。早阿妈讲话，开仲晓对立立门，有平摆嗰对人，当阮使用到阿个可以特登的，啲戒指当阮两百人嘅爱心链，每人因为个大爱，你有嘅牙音。日一到少，家居年纪也能家啲嘅猛，一扎一扎几用币，佢就变红路。有种类未闻耳嘅谈话，都当当运用品。猛就能家居简单，高等未闻使是比路，佢变淡薄你嗰啲冻啲嘅解压，唔使食落面。佢变红路，你仲要嗰啲达能有人钓。都諗得開心，啲樓居美福老，冇解呀！啲終於旅行假期，謝謝大家。家地區唔奇特，喇嘛一祖伯，此時路我在打，神色就。多天，此不你就还过说，此不一过说，你还嘛苦就只得说，此不你还嘛太大，这我就哈不说，他只说，你咋快还母你的，路就过不说，阿罗呢？你此时活不不过黑的，你自己路，自己是我们大叔叔，你自己路，自己是我们大叔叔。你当年，你在你哭，说了，你在你女，北京二哭，看啥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的黎族诗人李新清，非常高兴。可以用俚语为大家朗诵一首我的诗歌，一个民族的仪式节选。我保护俺保我，各塞分寸不胜布，斗法求听话，斗法求听话，爆发来令色，翁同来令绕，哭恶塞。高油娘菩萨苦拉无拉无看翁同来领导。大家好，我是诗人海燕，来自贵州黔东南台江的苗族同胞，接下来朗诵一首诗《我的家乡贵州》。
贵州翁角坊方昂翁角坳嘎伯永嘎刀交法地中伯伯伯地嘎中角坳永流一角等哈别帮铺嘎解刀角鸡错大国黑林地交呆蒙尿地茶翁公药楼楼昂昂翁黑奈地抹来扫外方黑昂月刀刀翁赖赖好大呆呆黑方永奥雷娘拜方流来发发娘来多居无其力，莫走过头，莫挂起，莫挂最怕少年说，马路滑稽，一门事，一马提督的思念，居无其力，三扎八家流，一年的是九一年，天门天路八里里，我是我的一年的。见我出生那年，马五女呢尾巴了，米谷谷马子呀米，天门天路八里里。大家好，我是丹族诗人艾利穆诺，我用母语为大家朗诵我的诗歌《我最好是你》。奥最什么买？可干哎，哥混马拉六，买不多。多么多我然基本大这奥最斯莫麦让那海埃门好依然昨天斯长那绕那海小鸡样奥最斯莫麦如一干大最日容如一无门拉容如一拉容那斯本奥最斯莫麦不然不一个地忙哈一个狗让不让换你一遍奥最斯莫麦塞都没不来一库门白手你不认塞不干你是豆奥最斯莫麦是哎一瑞不解恩塞百万你数可奥二万摩罗丹大家好我是新疆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诗人Aynur Abdukerim 下面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诗题目叫一篇生命 Bir parça hayat Aynur Abdukerim Bulvalay yalgandın temkin Ya ki körünay kasten hıraman Bu izitku soğuk şehirde, sonra yürüme yoktur haceti, yaşap geldim bir uzun zaman. Yaşap geldim, tiracigen hesretlerimni, armanlarının tektigi kümüp, koyanamsız küçük bir giya, bahar gelse kuyaş tepti de, çıkkan, Dehle oh şaşlı ünüm. Yaşa geldim. Üt talay pesille ara. Yizip gülgün çiğim gıbedel. Uzuğan şamalla tozu din nurgun. Bulsam mı gel? Mağrur her mehel. Rahmet. 大家好，我叫索朗自然，我是洛巴族业余诗人。今天我用藏语来朗诵几首我自己写的诗歌。龙布纳心无中，早晚杀心点吧。龙情比各种阴难，怎么把呢却不掉？龙情比各种流阴，一浪龙布纳心无中，东龙纳心归中。确信不当，该心别恰些么绿，
산에 사루 로크바 네 멍네 삼마뇨 네 멍네 삼마뇨 农南宋老美在比阿劳原系恩恩多纳日本农坦挖都点冰生农挖冰农美恩了养挖生农挖劳原系恩恩 在他兵某沙某嘴宽狠能及影不宁多想老美女更挖落美泪都点哼盘狗嚎泪冰滚哼盘 马英龙，农纳骚龙，妹，奔傲，多娘丽，爱好狗，恨渣，多难顶接。Hello， 大家好，我是侗族诗人詹家宇。 Helen James， 今天呢，我将用我的母语侗语给大家朗读一首我在 2014年 12月19日 下午 4点 晒太阳的时候有感而作的一首小诗。陌生人，佛有麦的人，佛有麦的人，大门三点的多温崩摇，摇怒娘，摇佛该怒娘，佛有麦的人。 要弄公元前英国的用丁丢的一朵法律观的人都发该弄娘，要弄对方丢的一朵碗都发该弄娘，发要买的人。大棍万人刚，人用应该多累，要不娘想进娘的，要想他刚的人用多的累，可以加紧加急，来发修呀。弄嘛，娘人要东山的江边，可惜累发多。 内娘的发多，哈买的多温，原来刚的是呢，要崩多温的高，最后一道路娘，受伤，路上不稳的气呀、啊。要爱国马嫩大，到山路马里送表个，选到马里啥个白了，想表累累的工友，对门。 当时杀手，将心向门人来，向对象官要爱国嘛能打。李维斯古差，作者同期。我有几个感冒好，我不李维斯古差的个寂寞差。example。 瓦里瓦金的不久多嘛，不热黑，天热小。此古久呢，哪次古？不不，我们呢，此古久哪确认？那寂寞这些，都古些黑，天热黑。大家好，我是黄秀凤。 瑶族来自广西金秀，下面我用母语朗诵一首自己写的诗《登泰山》。一年冬，月圆寒年，夜带头更冬，鸟巢悄悄念念念台中，台中的芦苇浓雾云光，收容台中人。 好多热望总经发言的党，煎汤本身长一条钟，馒头淡淡的面，一边也能照人的眼睛，馒头台中都无坚定，好多台中压顶的云友，只好多。
虽然金叫金同时真姑娘，但在云南各种叫云南各种的用字真重要。就像我们当年同在西藏的多一五年。我是瑶族文化公众号主编蓝电瑶双双，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口县马格村小组这个红头瑶的村子里面，穿上了红头瑶的服饰，传统服饰这个村子的话呢有55户人家，但是它是瑶汉杂居的，这边有七八户汉族，对吧？他们这些汉族都会讲我们的缅话啊，我今天也穿上了缅服，哎呦，一黑公面瓦，黑公一周面瓦，啊，这个服饰就是我们的传统服饰啊，看一下后面这些全都是我们的刺绣，还有这个油缅的刺绣真的好多啊，我感觉，现在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刺绣上面的图案是什么，因为它是有很深的一些深意在里面的。知道什么花是什么花？这是美女花，妈妈啊。哎，我想养姜。等一下，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啊。那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个，因为我看到这个所有的油缅的刺绣里面都有这个图案，这个图案你们是怎么称呼的？狼。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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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